第23届中国新年圆游会将于2月13号星期六上午10点到下午5点，在城中区市政府前广场隆重登场。圆游会的开幕式将于上午10点半左右开始，一连串精彩的节目陆续登场，好戏连台，一直到下午5点，令人目不暇接，惊喜不已。 美南新闻节目筹备小组召开筹备会，今年圆游会的总导演高晓慧、制作人蔡毅、李子峰，美南总策划 Angela 在会上热烈讨论细节。目前已经敲定的节目为：1韩国农夫舞，2菲律宾传统服装秀，3印度巴基斯坦热舞，4齐飞龙大师的气功互动表演。 5休斯顿少林武术馆刘根明师傅表演猴拳，6巴西热舞，7华夏中文学校 Katy 舞蹈班，8北美青少年乐团，9花絮里美舞蹈学院，10MECA 多元化舞蹈以及礼仪队，周杰小慧舞蹈学校，美国脱口秀演员以及喜剧演员精彩串场。 好戏联台是农历春节期间阖家出游的最好去处，当天还设有摊位，欢迎各商家社团承租。摊位价格非盈利机构摊位500元，普通摊位550元，食品摊位700元。圆游会活动详情请咨询Michelle 832-448-0190，Angela 281-983-8160，Jin 281-983-8152。